黄褐斑的治疗呢，现在有个共识，因为它呢不单单是一个斑的问题，它也是整个体质啊、内分泌失调啊、各种身体内的内环境因子啊，它都有关系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，要采取一个综合治疗的方法，一个呢是可以外涂淡斑的一些药物。还有呢，就是用低能量，大光斑，调 Q 激光来多次治疗这个黄褐斑，因为这个激光治疗黄褐斑呢，它是击碎这种色素细胞，但是呢，它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内分泌失调啊，或者是这种内环境的这种失衡，所以说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口服药物。口服药物呢，主要的药物就是氨甲环酸，它可以有效的抑制，色素黑色素细胞的形成。